这面包终于吃完了，这是老莫的俄罗斯面包，假的。中国以前以老莫为最牛逼，为什么呢？莫斯科餐厅嘛，苏联老大哥的制式，但是在吃根本就不是那个了，不仅不是老莫的面包，可能连东北那叫大列巴都算不上。我一学姐就特好热闹，不停地给我发微信，以前要是在北京又得跑这儿骚扰我来了，现在呢他在美国吧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，因为他移民，反正移出去哪儿都一样，那就不停地给我发伊拉克怎么打起来了。从昨天开始我就不说伊拉克了，我可能是中国人里边去伊拉克次数最多的人。他刚那又跟我瞎说什么埃尔比勒受攻击了，埃尔比勒不但我去过，我还带我前妻去过，不带我前妻去过，我儿子都是在那儿播的种。那儿离曼苏尔不远，叫狮城尼尼微，是古代亚述帝国所在的地儿。这个自媒体不许说新闻，有规定的，你找是让我封号呢，引诱我说，我才不说呢。我今天说的是一个男的被戴绿帽子的，转发的，也不知道谁家那男的，你看，碧绿碧绿的，绿的跟翡翠似的。阿拉伯那边都是大沙漠，沙漠里边难得有绿洲，只要又一有绿洲，里边就什么都长。绿洲里边有水，阿拉伯把水叫眼睛，眼睛，爱因什么什么什么眼睛，那就是泉，有泉的地儿什么都有。所以能你看那个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，最早他们争夺的是水，后来20年代初开始争石油了，石油争完了还得是水。中东有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伊拉克，它虽然说也在那个纬度上，在西亚，但是它有两条大河，就底格里斯河又法拉底河。现在发生的事儿都在这两河之间，古代这地儿叫新月之地，包括那个叫什么什么花园啊，亚当被夏娃引诱着吃了苹果，知道耻辱了，吃了智慧果变聪明了的那个地方，什么花园啊，什么挪亚方舟啊，都是在这一带。人类最早的文明就是在巴比伦，那个我就懒得打开我电脑了，你打开电脑太累，就不是说话聊天，怎么省事怎么来。以后让沙和尚把那些图片我这说，就让他拿着我电脑赶紧找那张照片。那会儿得收费卖票，不能整天说，冒着被封号删帖的危险，你们看热闹还白看。至少得把我这面包钱弄出来，是吧？面包钱、橘子钱、核桃钱，我们老说那时候学历史，老说白衣大石、黑衣大石、绿衣大石。你看现在那伊拉克国旗上有一条黑，有一条白，有一条红，是吧？然后三颗绿星，叙利亚也是一模一样，两颗绿星，也门一颗绿星，埃及没有绿星，把绿星换成一只鹰，鹰就是 OSIS 和 ISIS， 就是现在成了一国了， ISIS 女神生的那个鹰儿子叫 Horus。伊拉克海湾战争的时候，三颗星上又多了仨字儿，也不是仨字儿，多了一行字儿，萨达姆手书，
叫安拉呼阿克巴，就是安拉至尊，安拉至大，安拉最伟大。萨达姆给绞死了之后，他们又把这字儿呢给去了，改成印刷体的，还是这句话，安拉呼阿克巴，但不是萨达姆写了。实际上那个今天的穆斯林分成什叶派、逊尼派，他们打架开始分叉，就是在伊拉克分的叉。怎么分的叉呢？就是穆罕默德传教的时候没人信他，然后那个五麦耶王朝把他都从麦加给轰跑了，他就跑到麦地那去了。后来在麦地那成了事儿，又带兵回来，然后才在麦加能成事儿。所以圣地有两个，一是麦加，一是麦地那。后来他夜里是坐着骑着大白马到了耶路撒冷，踏着那块石头到了天省，受了天启。穆罕默德没说把他的位子传给谁，那个时候就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似的，连皇帝都是选的，所以他死之后就由谁继承他就打了架了。他的堂弟娶了他的女儿，就阿里，所以就说让阿里死了之后，有过四个阿里发，英文都说卡里发，就是继承人。那个继承人第四个又完了之后，他就把这继承不是在选举了，就传给了他儿子。以后这就开始了那个沃玛雅王朝。沃玛雅王朝的立足的那个人是叙利亚总督，那时候不叫叙利亚呢，叫大马士革总督。因为古代都是城市，城市文明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，边上都是农村，所以它不叫叙利亚，那时候叫大马士革。你现在到耶路撒冷去，一个最好看的、最大的一个门，就不是加法门，就叫大马士革门 （Damascus Gate）。那个大马士革门正对着那个方向，就是大马士革。大马士革古代很牛逼的。然后那个就这么传下来，但传下来它不是选举的，其他人就不服，不服说这应该，人家阿里又不是没儿子，就阿里啊，就是穆罕默德的弟弟，他娶了穆罕默德的女儿，所以他生了俩孩子，大孩子叫哈桑。哈桑说我不敢，哈桑我老觉得像秦始皇那公子扶苏啊，说我不敢，不干，也有人提防他，给他下毒，就给毒死了。然后还有人就撺掇让他弟弟当，他弟弟就是侯赛因，他弟弟是老二。就在他弟弟有可能去接钱走的那路上，就走到卡尔巴拉的时候，这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的南边，走到那儿一半又来一帮人给宰了。有的人说就把他头，因为那是五麦耶王朝派来的人呢，沃玛雅王朝派来的，五麦耶派来的人就把他头给送到大马士革去了。结果总督又把这头还回来，埋在卡尔巴拉，就是成为什叶派的圣地。什叶派是不主张那种选的，说即使选也得选穆罕默德的后代。这现在你要去伊拉克，必须去的一个旅游点就是卡尔巴拉，因为卡尔巴拉是侯赛因遇害的地儿，当年把侯赛因包围在这儿，最后给弄死了。弄死之后，好多人民不服啊，觉得这个沃玛雅王朝不是东西，他们又设计又造反，就把那边又给杀了。然后那个沃玛雅王朝的人骑着马就往南跑，跑到埃及，由埃及再往西跑，跑到利比亚，利比亚跑到摩洛哥，摩洛哥跑到那哪儿，那叫直布罗陀海峡，丹吉尔，达达尼尔海，不是达达尼尔，
那个直布罗陀海峡就跑到西班牙去了。所以你看现在西班牙吃了好多东西，比如刚才我吃那面包啊，现在土耳其人也吃，西班牙也吃。你到美国去，那时候我在美国种地的时候，哎，我说这玩意儿熟了吗？哎，人家不叫熟了吗？熟了吗是就拿一个面的饼，椭圆的，就有点像我们吃烤鸭那饼，卷上一根大竹签子，也不是大竹签，大钢签子，烤的那肉一片一片削起来的。那肉呢有几种，有鸡肉，有羊肉或牛肉，肉都是泡好了的，一层一层的东西，现在都是机器上有，都号称土耳其烤肉，啊，烤肉应该叫阿拉伯话叫烤爸爸，嗯，他们有烤爸爸、烤妈妈、烤妹妹，嗯，烤妈妈是烤鸽子，然后那个，拿那个饼，把蔬菜一般就黄瓜、西红柿，可能有点青椒，卷在一起。卷上那个肉，因为那肉是泡制好了又烤熟的，一卷就那么事儿，那叫沙乌了嘛。西班牙不叫沙乌了嘛，忘了叫什么了。你在那个，我在那个地儿叫Central 那超市里边买的，就是一塑料口袋装好多啊，回家搁烤箱里一烤。好像美国没，反正我们家那时候没微波炉，只有烤箱，把那搁烤箱里一烤，那就是我午饭。种完地就吃那个，哎呦，一吃这我想，哎呦，这真不好吃，美帝这个，他们都说是西班牙饭，真不如中东阿拉伯人好吃，因为那是正根儿是阿拉伯人的。这帮人造反成功了，就在库法，也是和那个卡尔巴拉不远，就建了一个首都。这个王朝呢叫阿巴斯王朝，崇拜黑旗子，所以叫黑衣大师。开始那边不是白衣大师吗？黑衣大师就牛逼，把唐朝都给打败了。打败了以后，第一任皇帝的儿子，他不叫皇帝，他叫哈里发，他的儿子就第二个，就是曼苏尔，叫曼苏尔。你去巴格达现在最好的酒店，两个酒店，一个叫曼苏尔饭店，一个叫拉希德饭店。曼苏尔就是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个阿里发，拉希德好像是第三个，再往后一个叫马蒙，伊拉克的电报局就叫马蒙国际电报局，我都有照片，海湾战争的时候给炸塌了，我就拍了那个给炸塌了，小孩在那儿捡木头捡垃圾，那就是马蒙电报局。马蒙是阿巴斯王朝的最后一个哈里发，以后就衰了，就绝孤了。这种王朝啊，凡是近亲繁殖，只传自己后代不传别人，都绝孤。他的卫队呢，都用的是突厥人，以后就突厥人。有突厥以后又不行，塞尔柱人就来了。就王小波说的，有一国，那国叫什么国来着？只听好话不听坏话，叫什么来着？王小波写过，那叫。再往以后就蒙古人就来了。成吉思汗的人就把这边给都灭了，这边就都成蒙古人的了。后来蒙古人那边又有一支走到土耳其，以后就是奥斯曼帝国，就把阿拉伯帝国给灭了。土耳其帝国就支撑到了一次世界大战，英国人来了，所以英国人在1920年到21年通过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把这个伊拉克给托管了。所以从1921年开始，伊拉克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就一现代的民族国家。现代民族国家首都巴格达。所以伊拉克老说，我们是奥斯曼帝国的底下的伊拉克。后来英国来了，一直到70年代，他都说科威特是伊拉克王国巴士拉省下边的一个县，后来他要闹祖国统一，祖国一统一，这就是1990年8月2号的合并科威特，一合并科威特，联合国不干，美国就把伊拉克给打了，所以从那以后就战火不断，直到萨达姆被送上绞架。我背后这个就是萨达姆给我的签名啊。